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110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宴会，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21日上午9时至9时41分，10时至11时34分下午20时31分至54分，10月25日上午9时1分至11时19分下午20时31分至57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民众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21案、第26案至83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22案至第25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84案至88案均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89案、第9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第91案为本院人事处所提之报告案。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80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8件。讨论事项：第一案、第7案、第14案、第17案均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2案至第5案、第8案、第13案、第15案、第18案至第22案、第24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6案决议交审查会报告通过。第16案决议交通知卫生环境部更正。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并送卫生福利部。第23案决议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同意权之行使事项决议：一、喜中立获得全体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同意为行政院大法官，并为院长；蔡炯尊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同意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为副院长。三、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黄昭言等5位。经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同意为司法院大法官。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高社房等21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条及第10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件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案，本院委员李业寿等16人拟具《公司法》第24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件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议？无异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6人拟具《银行法》第61条之一及第13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件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议？无异通过。下案。第5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19人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件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议？无异通过。下案。第6案，本院委员钟孔绍等18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63条及第6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件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19人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
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七人拟具《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刑法、政教与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议。无意通过，下案。第九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十八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九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十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十九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及第三百零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十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拟具《住宅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那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十二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拟具《住宅法》第三条、第四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没有意那通过下一案，用书面的来一下好不好？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十三案，请委员会有意我们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十四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九条及第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二十二人拟具《国民体育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二十二人拟具《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有意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十九人拟具《中央政府特种经济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十七案，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三人拟具《偏远地区教育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林立成等二十五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好，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林立成等二十二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好，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二十一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二十一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第六条、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农业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25案，本院委员游美女等40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26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1人拟具保险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7案，第27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第90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8案，第28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16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9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6人拟具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有，那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0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1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2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的20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3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删除第118条及第160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4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16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5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16人拟具渔会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6案，本院委员陈宜明拟撤回前提之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同意撤回。请委员会有异，请委员会有异，好，那本案通过，下案。第3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技术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助产人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森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4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4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4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4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烟酒税法第7条第20条及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
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4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送各部会所属委员会委员任意性别比例已达三分之一情形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5案，经济部函送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改善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6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七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林支出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7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八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林支出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8案，经济部函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5年度第三季对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9案，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申领就学补助荣民就业追踪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0案，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所属医疗机构104年及105年1至6月收支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医院层期间每人感冒医疗费用之差异分析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身心障碍者社区居住预算编列与资源整合及县市社政主管机关担任身心障碍者财产信托监察人之可行性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食盐加氟防除相关效益之办理结果，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健全家庭照顾者多元支持服务报告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5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探讨我国推动孕妇乙型链球菌衰减服务品质及成效103至104年成果报告摘要，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7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必要药品短缺通报登录及专案核准制造输入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8案，客家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助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9案，客家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办理政策宣导及广告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60案，交通部函为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决议，简送高雄原生饭店活化资产、饭店空间整修等具体营运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
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1案，交通部海文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决议，遣送高雄圆山大饭店与在地参旅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并提供实习机会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62案，交通部海维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通过决议4，遣送财团法人负责人员之薪资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3案，交通部海文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通过决议6，遣送财团法人负责人员之薪资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4案，交通部海文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遣送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上半年转投资事业营运绩效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5案，交通部函文修正国内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及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6案，交通部内政部函文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财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第2条附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内政蓝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7案，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4年度绩效评鉴分析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8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非法广播电台联合取缔小组105年第二季执行成果统计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第69案，劳动部函送劳动力发展署105年4月6月执行预算法第62条之一锁定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动之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0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检讨现行健检医护人员教育训练机制之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1案，文化部函送105年1至7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2案，文化部函送105年1至8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3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4年绩效评鉴分析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台中市大里制烟厂保存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5案，科技部函送105年7月份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6案，科技部函送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计划科技部计划105至109年计划书，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7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董事长董事与监事临聘解聘及补聘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8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董事监事利益回避范围及违反处置准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七十九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绩效评鉴办法》，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公有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办法》，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一案，司法院函为本院增订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一条文时，通过附带决议解送办理情形，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二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5年度第二季补助地方政府经费明细表及蒋捐助团体个人经费明细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三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全国大专校院各校注册率等相关资料，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四案，行政院函送民国105年灾害防救白皮书，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五案，行政院考试院函为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四条条文，定自105年6月10日施行。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六案，行政院主计总署函送10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截至第二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七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第三季查查民生物资价格波动之执行全校书面报告，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八十八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度截至九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八十九案，蒙藏委员会函为该会主管含财团法人蒙藏基金会105年第三季无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九十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中央印制造币两厂105年度截至九月底止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九十一案，财政部函送中央政府债务基金105年度第四季预计债务还本明细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九十二案，财政部函为更正高雄国税局104年第二季第三季与国有财产署104年第四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九十三案，台湾省自议会函为该会105年度第三季无办理各媒体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事项，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九十四案，文化部函为该部105年度预算有关超高画质节目辅导计划，原列1亿5000万元冻结1/3，决议准予已冻至2500万元，继续冻结2500万元一案，请安排报告，呈讯委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报告委员会。第九十五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九十五案至第10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
请宣读。第95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103年度决算书及工作执行成果报告案等四案，应于送达后一年内完成审议之期限，依决算法第28条视同审议通过。第96案至107案为本院经济教育及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准查。第108案至11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古纳斯尤大卡委员、罗委员明才、江委员启臣、简委员东明、孔委员文吉、王委员玉明、时代力量党团柯委员之恩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淑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江委员永昌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9件，宣读完毕。好，谢谢。报告院会，现在请各党团干部至议场三楼进行协商，现在休息。